自从和张海北约定好一起考上大学，我就下定决心努力读书。然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那天之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来上学。同学们，我们开始上课了啊！来，大家把书打开啊，翻到第124页。我们今天呢，来跟大家继续讲一下襄公24年发生的故事。 怎么了？来来，这边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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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师你好，这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们是过来了解一些情况的，请问张海北是你们班的学生吗？张海北，是啊。那不是张海北他爸爸吗？是这样的，我们想了解一些情况。爸爸怎么哭了？张海北同学住哪一班？班上有跟他关系比较好的同学吗？需要问些问题。这个，我找人问一下，我确实不清楚，我找人问一下。 冯天来，出来一下，快！警察，这个是同学，您可以。你好，请问张海北最近和你走的比较近吗？他最近有什么异常吗？是这样，他最近出了一点意外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意外啊？暂时不方便透露。 那天来了很多人，但是我的脑海里还是他那晚和我在打白档的样子。我想先开始一切叫醒他，海北，出新游戏了，海北，王不涛出新书了。 但是我没有，我只是麻木的和大家一起围在他周围。海北的意外溺水，我们每个人都接受不了。海北的妈妈跟我说，海北在家的时候经常提到我，她向我道歉，说海北每次提起我都很开心。 我只知道，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。这个送给你吧，全是歌，我也听不太懂。这个 MP3 里面，全都是我和海北都喜欢的一些口水歌。这样，咱们约定好考同一所大学，然后继续我们的疯狂行动。 我不知道怎么去平复自己的情绪。
我只有一份跟他有关的愿望清单，是不是有点惨？高三那一整年的时间，感觉好像是一瞬间就没了。我的成绩也不再掉车尾，慢慢的有了一些改善。我们家是那种传统的山东家庭，我爸希望以后我能去师范大学拿个教师资格证。父母嘛，他们开心就好。有时候在窗边会偶尔听到石子敲窗户的声音。有时候我也弄不清我到底是在为谁努力。同学们，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次考试成绩啊。咱们这次考试啊，冯天蓝同学进步最大，大家给他掌声。你应该很难想象，像我这样一个笨蛋，真的也能通过努力考出不错的成绩。可能我身上也有海北给我的力量吧。La lune verse sur ton visage, planting sa fiance à des bouts de doumont. Nous sommes ensemble planting sur les miennes océans. Qu'est-ce que ça veut dire? Espoir.海北念的那首诗让我觉得希望永远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呢，先约定20条，把你想干、我想干的都写下来。吃饭，天蓝，我们吃饭去了，给你带点啥？啊，你们去吧，谢谢啊。
那咱们说好了，等明年过完18岁生日，可以合法喝酒了，咱要喝他一下。一言为定，一醉方休。来，咱拿瓶，拿瓶了，来，走一个，走一个。不管过了多久，多长时间，我都不会忘了你。海北，我最好的朋友。虽然你因为意外爽约了，但我会一直记得我们的约定。虽然我在盲目地完成我们共同的心愿，只有这样，才能证明它曾经存在过。